没想找借口逃避惩罚。什么惩罚？我跟公司请了几天假，吃完早餐，我带你出去度个假，散散心。你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去办理下入住。嗯。别不开心了。你们也在这儿啊？好巧啊！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不用理他，就为了上次我帮你那事儿闹别扭呢。干嘛？手机给我。你的手机没坏，为什么我收不到你的道歉消息？我从来不哄男人的，看来之前约好的度假你也不会去了吧？之前那么拽，不还是跟来了？上次事情实际上是因为我，我这只是想要一个道歉而已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想要乔飞的道歉。你们也来度假？这个酒店有个专门的网球馆，难得来放松一次，不如我们去体验一下。好啊。你跟我一队。这样吧，比赛没有赌注怎么能行呢？输的人无条件答应对方一个要求。好，没问题。就不经意放个水，让阿仁赢下比赛，叫乔飞给阿仁道个歉。再来。徐总监，你到底会不会打？现在会了，都热身呢。耶！再赢一球我们就赢了。来吧。说好的放水吗？老大，我没惹到你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控球还不太熟练啊。
这就是你说的要帮我解决吗？愿赌服输，上次的事一笔勾销。那不行，你还没给我道歉呢，而且你气鼓鼓的样子真可爱。你怎么回事？临时反水？我吃起醋了，我自己都怕。幼稚。算了，打了一下午球，骨头都要散架。别想找借口逃避惩罚。什么惩罚？没那么饥渴，好不好？